大家好，我是 Yonfi， 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个银禧花园的两房单位，实用面积506尺。银禧花园是火炭区内的一个大型屋苑，由长江实业发展，计埋银禧阁总共有9座，提供2260个单位。我今天带大家看的单位是一个两房单位，间隔四正，亦都好实用，客厅好宽敞。这个单位是向东南的，窗外望出去就会见到马场景和沙田城门河的河景，都非常之开扬眼。这个单位的装修比较清雅，在厨房的位置我们见到有上下两排的橱柜，提供很多的储物空间，可以摆到洗衣机和雪柜。浴室方面，业主将浴缸改了做企缸，令洗手间的空间更加宽敞。来到主人房的位置了，它间隔实用四正，可以摆到床和衣柜，还可以做到三边落床。景观方面亦都是同客厅一样，望到马场景同埋沙田城门河的河景。最后睇埋另一间睡房啦，佢面积比起主人房小少少，但系一样可以摆到床同埋衣柜，都是四正实用嘅。睇完单位，我都想同大家介绍一下银禧花园嘅配套。银禧花园的基座有街市、有商场，而商场入面有酒楼、家品店、超级市场、便利店等，可以方便住客使用。而家我哋嚟睇下银禧花园平台会所的设施啦，有一个好大的泳池，几个网球场。仲有俾小朋友嬉戏嘅公园设施，可以话一应俱全。如果大家睇完影片之后对单位有兴趣，或者想了解一下火炭周边嘅配套，欢迎随时联络翻我啊！多谢。